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婷哥。今天帮两个粉丝淘两台三星的诺特十加机环啊。三星在市场流通比较少啊，我们找找。这台是三星的诺特十加国行，支持双卡双待 5G 版本，12+256的内层，黑色的亮机成色啊。中框有点小磨损，正常二手水痕迹。福建的许先生订了，感谢支持，他也是非常喜欢三星手机啊。这台帮他找了两天才帮他找到，因为三星市场是比较稀缺的。我们进入测试模式，看一下屏幕有没有老化，气密正不正常，再拿回去深入检测一下。这台市场拿是2700哦，比林琴还要贵了100，因为是有点缺啊。漂亮。这台是华为的 Mate 30 RS 保时捷12+512的大内层啊，这是带皮质的，非常不错。还官方再保到今年的7月份，这是深圳同城严先生订了，感谢支持，原厂膜都还在啊。这台采用了麒麟990的处理器，这电池还有信号都挺不错的。市场拿这台是5550啊，再保的要比过保的要贵一点点。这台是华为的 Mate 40 8+256的密银色 5G 版本，99星的状态，没有磕碰，没有划痕。江苏的慧先生订了，感谢支持，他也是关注有大半年时间了啊，他手机最近有点卡顿，就叫我帮他挑选一台了。 Mate 40 Pro 采用了麒麟9000的处理器啊，华为的优点就是电池耐用，信号好，颜值也很高。这台是 XS Max 26的国行，支持双卡双待的银白色，这银色框容易花啊，背面屏幕都非常亮。这是河北的朱先生订了，感谢支持，他要国行港版双卡的，也要电池90以上的啊，但是这个型号电池90以上非常稀少，找了3天才帮他挑选到。这台市场拿是2950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